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命理名人堂谈到的是曾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以及总统府发言人的国民党前议员罗志强。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好，我们今天的主角罗志强，出生于1970年的3月26日，现年52岁。我们的命理名人堂所得到的每一个名人的资讯啊，都是来自于历届的选举公报所公开的讯息，所以没有泄露各自的问题。而我们在开始解罗志强先生的盘之前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罗志强先生的背景。罗志强先生啊，生于1970年的花莲市，他的父亲罗老先生与母亲都是大成一胞。其实现在的新生代啊，可能不是很了解所谓的大成一胞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50岁以上的朋友啊，对这个词汇啊是比较有印象的，所以我们这里稍微解说一下什么叫做大成一胞。这个大成一胞的产生啊，其实跟我们真正的台海危机有关，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次的台海危机。这个当时在国共内战的后期啊，国民党大势已去，先总统蒋中正将中央政府啊从南京不断的后撤向后方前进，最后设立于台湾。而当时由国民党所统领的领土啊，大半已经沦上了，被中共所占据了。所以当时的国民党统领的范围啊，已经仅限于台湾岛、澎湖群岛、福建省下面的金门、乌丘、马祖、东引以及浙东沿海的几个岛屿，也就是当时已经没有实质在大陆本土上的主权领土，都是沿海的离岸小岛而已。而1951年的民国政府啊，成立了江浙反共救国军，把总部设于大陈岛，并将舟山岛、大陈岛、披山岛、南基岛划设为大陈地区，以此当成我们要反攻大陆的反攻基地。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大陈地区，不是单单只有指大陈岛，而是有许多岛屿统归称为大陈地区。而1954年的10月起啊，中共解放军开始对大陈列岛进行了攻击。1955年的1月18日啊，一江三岛失守，与一江三岛相隔极近的大陈本岛当然就会唇亡齿寒了。加上大陈岛距离台湾本岛过远，运补实在是有困难，以及金门、马祖、大陈皆不在于美国承诺协助防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啊，决定自大陈岛整个撤守，送给中共，这个岛就送给你了，大方送，还免运，有没有很好？且在美国政府的协助之下，我们制定了金刚计划来进行撤军的事宜。而这个金刚计划是什么计划呢？是在1955年的2月8日就开始展开，要在四天之内就撤退了整个大陈岛所有的居民，当然也没有说所有，因为有一个人没有离开，因为他生病了，所以说总共有10000多人，加上当时的军队共计28000人，全部撤出大陈岛，然后最后在基隆这边登陆。随后中华民国就撤销了什么浙江省政府，正式宣告失去所有浙江省的领土。而这些来的人呢、就被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称之为异胞。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不与共产党为伍，愿意与中华民国共存亡的概念之下所形成的大陈异胞这个特殊的称谓。而这些大陈异胞在台湾安居之后也有异胞的后人比如第二代进入了我们的政治圈，例如我们这一次的主角罗志强先生，也包含了民进党的议员梁文杰先生，以及我们前交通部长国民党的叶匡时先生，他们都是大陈异胞的后代，大概就是第二代了。而讲完了大陈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罗志强先生的格局。我们一开始提到罗志强先生出生的日期是1970年的3月26日吉时，化作我们的四柱八字就是庚戌年己卯月乙巳日的吉时。再次说明一下，我们在推命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命主的详细出生时间，我们都会以吉时来当代替，也就是呢，我们尊重我们的命主出生时间为吉利的时间。但是如果少了这个出生时间那么基本上以八字盘来说，至少会降低了 25% 的准确度。为什么说至少呢？
因为如果命主啊是在跨日的时候出生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呢？那个半夜十一点前后，那么这个就不是降低准度这么简单，而是直接会产生天翻地覆的翻盘的可能。所以在不知道实际出生时间状况之下，我们最高的准度极限值是 75%， 而且只会更低不会更高，这里先跟大家说明清楚。而我们从这个盘面我们可以判断出来，罗志祥先生啊，他的特性是属于一个有才华但是心过于急躁，会急于表达自我的一个类型。这种类型的人啊，如果是用于幕僚或是第一线的调查人员，比如说什么呢，检察官、刑警或是监视人员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做得非常出色。为什么？因为他不怕辛苦，而且非常的勤劳朴实。而这类型的人呢，要成功立业，他就是有一个前提，那么就是他必须跟随着权力中心，他才能够有所成就，也就是有人当靠山了，就这么简单。而如果把这样的格局的人放在主位上面，不是放在幕僚上面或是副手上面，那例如怎么样呢，让他创业当老板或是当一个 CEO 统领整个公司的生存，那或是当法官或是警政署长之类的，那么就会从他原来可以做得很好的幕僚变成一个刚愎自用或是没有办法承受重大直接压力，而导致能力他不但无法发挥，还会把所有事情都给他搞了一团糟。所以我们看看罗志祥先生的经历啊，过去他可以真的说是怎么样，真正的青年才俊。当时在陈昌文先生的推荐下，投效了前总统马英九的阵营，担任了国民党的副秘书长。马英九总统当选之后啊，成为了总统府的副秘书长，之后更当到了总统府的发言人，可谓说他是以少年之姿就成功了进入了权力的核心。但是回归到他的格局的本身的特殊点啊，那就是他还是必须要跟随当权者，他才能够有发展的空间，他的官运才能够发达。所以当马英九总统卸任之后啊，罗志祥先生也只当过一任台北市议员，也就是四年前2018年的选举当选为市议员。而罗志祥先生呢，今天想参选桃园市市长，居然就先率先辞职了市议员的职位。除此之外啊，就没有其他比较有为的经历。议员的生涯中啊，在四年里面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表现。为什么呢？是罗志祥先生他不努力吗？不，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命理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个时候罗志祥先生的位置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主位。为什么说相对主位呢？虽然他是国民党的，但是呢，他是一个相对的主位，因为他几乎是属于独立参选的一个模式，没有收到什么国民党的好处。在2018年的时候啊，他既不设立竞选总部，也不办造势活动，没钱，也没有选举看板。最后他居然以新秀之姿啊，获得了多少票呢？获得了4391张票，得票数高达了 13.69%， 成为台北市第13届的市议员最高得票。而他当选市议员呢，也是台北市20年来得票最高的当选人。当时罗志祥先生呢，每一天早上大概六七点的时候，都会站在台北市的金融路口跟辛亥路口那边不断的挥手跟鞠躬。老师以前每天通勤的时候啊，都看到他在那边努力的去争取选民的认同。但是这个成功啊，我们还是必须以公正的用命理的角度来看，除了罗志祥先生个人的努力之外，另外还有跟随着当权者的力量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因为罗志祥先生在竞选的时候啊，他有进行募款，但是他所募来的经费啊，是拿去承诺支持当时的高雄市、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台南市以及台大当时做出来的一个活动，怎么样呢？巨头民进党台大有校长这个事件，那还有帮他们做一些公车的广告去使用，而不是只单纯的给他自己的竞选单位去做花钱或者说一些预算。所以这个时候啊，罗志祥先生的操作啊，实际上还是跟随着当年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先生的光芒，还有其他的四都的候选人，而不全然是罗志祥先生个人的魅力。我们这么看好了，如果去除了他号称要去捐款给韩国瑜跟其他大位角逐者这个噱头，基本上如果单靠他个人魅力要去选上，真的还是蛮挑战的。而时运走到了今年，岁次壬寅年，对罗志祥先生的官运来说啊，如果他没有直接辞职台北市议员，那么这个其实对他是比较好的。
因为今年罗志祥先生的官运啊是属于比较飘摇的状态，而且是属于比较负面的状况。如果他保持着台北市议员的资格，那么他的官运啊就可以受到一定的保护，因为我们有官福星的保护，对于他的未来啊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他居然先辞职了，那么就等于是他失去了这个官星来给他保护的功能，把自己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那么他的官运啊可能就在这个时间以下好开始要慢慢的走入了下坡。那么按照这个格局，难道罗志祥先生就没有其他发展的可能吗？以目前来看真的是比较难的。应该这么说，如果按照现在罗志祥先生的时运以及他的模式，那么他现在无论去选什么，大概率的什么都选不上，而且应该都是惨败而收场。如果说要给罗志祥先生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老师以公正的角度会请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想想看啊，除了政治之外有没有其他发展的路线我们可以去做做看看嘛。选举这件事情啊，罗志祥先生在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指望，所以无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没有征召张善政先生来竞选桃园市市长，基本上罗志祥先生都是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的。但是如果罗志祥先生还是想走政治路，那么老师也只能说一句比较不中听的，罗志祥先生的格局啊，其实他是可以帮助到张善政先生的格局。如果说张善政先生是一个学者，那他就是一个脑，罗志祥先生他很努力，他就是一双脚，这两者如果能够配合，他们的胜率就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是有个麻烦，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这两边谁也不服谁，这就容易怎么样，就算配合起来也是手脚不协调，走路走错路。但是如果真的他们愿意开诚布公，好好的去沟通，两个人诚意的去配合，掏心掏肺共同努力，那么后面民进党无论派谁来竞选桃园市市长，面对这两个人的组合啊，都会在民进党他在竞选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命理名人堂罗志祥的竞选路的解析。再次强调，以上的分析啊，因为缺少了出生时间，所以极限的准度啊，最高只有 75%， 而且只会更低，不会更高。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